Have a go. Welcome. 终于能和你到一个班了。刚才升到 C 班的 F 班学员，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往上走的？能。你们觉得你们举啊举啊？听到名字的可以到前面来。戴少东。蒋敦豪。哇！徐胜姿。安迪。羽田隼平。还有最后一个从 F 班来的继续上升是羽生田菊武。阿木阿木阿木，他唱的还行，他的唱很好，跳舞也蛮干净。中文唱的很好，进步了很多。这是我梦里到过的地方。他比初舞台好很多哎，好太多了，他大方了好多。他应该比 B 班好几个唱歌好的人还要好。他不错，他不错，他真的有进步。他们不是说一上来第一次就是觉得哇，一定是很厉害的人，但是今天真的是让我挺吃惊，一定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和积累，才能到现在的这个程度。好，恭喜六位，现在进入 B 班区域。董哥，孙孙，他终于来了，走不了了，我都不敢怕。那我现在继续宣布，原本就在 C 班的学员，你们在此次评级当中上升的，一共有9人。肯定有你，快走快走，你们俩快走，你们俩快走。他们分别是。奥斯卡。Let's go. I'm ready for your turn. 庆莲。OK 了。景龙。于洋。何振玉。古柳林。高清晨。我还很喜欢他，蛮喜欢他的。他肯定是 C 加吧，很能。太不容易了，累成这样还能笑。而且他中文说的也好，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中文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哎，正好尹浩宇。尹浩宇。和第九位。赞多。周柯宇。赞多，赞多。啊，再吃。还有吗？周柯宇没升班。每一个动作我们重复千遍。今天发挥的不好，发挥的不好。我说句实话，我脑海里的期待是他能到 A 的。对。是。我有付出过努力，但可能确实不够，很对不起我自己，也很对不起对我有期望的人。好，现在请进入 B 班区域。留着，起码没有到 F。Man， sorry。我帮你照顾好他。当时我心里面很难受，就是奥斯卡这个人真的是，在我每次失败的时候，我从他的脸上能真的看出惋惜。我们在进篮球场之前。就说了，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共进退，所以蛮对不住他的。从这一次往后，真的不想再输了，真的。哇，这真的是一个有点激动人心的时刻，又残酷，五味杂陈。啊，在 F 班，怎么了？我现在直接宣布，从 B 班可以一步跨到 A 班的名单。
Patrick，Patrick，Patrick。Oh my god！ 余庚莹。回来了，回来了。庚莹。第二位呢？林默。第三位可以去到 A 班的学员是博远。哇！哦，博远哥，高高山，是不是太不容易了？我这一幕有点感动，终于回去了。第四位，米卡。米卡！后海，你的 King。King。第五位是尹浩宇。哇！哇！哇！这是我梦里打卡的地方，正在蓝天下。他的形象，他的跳真的都没有问题。表现力还是很好。他可以的。他记得面试的时候问过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吗 ？But what if you are in F band？You can still work your way up to A band, right? 我问你们，如果在 FM 可以去 A band 吗？我回答了。It was not easy. It's really just work, 练习，努力练习。我不是只有跳舞和唱歌 ，but you have to put yourself into the performance. You have to know 自己的风格。It's something, 甜。来甜苦辣，那还没啊，可盐可甜。那么，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位学员可以进入到 A 班了。奥斯卡还有两位吗？奥斯卡，哎，不是，十位，不是七个吗？还两位，还两位，还两位。赞多，奥斯卡。Come on. I don't think I can go, man. Oscar, Oscar. 赞多，赞多。他就是赞多。Yes. Back. 对于赞多来说，两个都是外语，对不对？而且他有一点就不容易，就是他唱的基本上没有跑调，跳的真是不错啊。他会有一个帮助这个整个男团舞蹈的提升，我觉得赞多可以上去。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最後に呼ばれるってことは自分が受かるかどうかの心配もすご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けど、もう一回リッキー君と A 番にな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気持ちが最後は一番強かったかな。で呼ばれたから。很开心吧，开始使う。恭喜，请进入 A 班区域。一块，喂。为什么？哇，吓到我胃痛，兄弟。啊，太吓人了。我不想再经历这种情况，太吓人了。刚才节目组跟我说了一个状况，是比较突发的。报错名字。刚才给我们的这个结果，里面漏了一个人的名单。奥斯卡，我也去 F。后海，我去 F。太像人了，好扎心啊！这什么？好了，我陪你们了。A 班现在有多少人？十人，十个，还有一个，是不是有点奇怪？奇怪。恭喜他，来自 F 班的，赖耀翔。完成了从 F 到 A 的逆袭。 A 班赖耀翔
当时在首秀，我上了 A 班之后，他刚好就在我旁边。哇，小雨好厉害！哎呀，你爸妈都在台湾吗？哦，你参加这个节目才来的？对，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很紧张。不会啦，不要想跟我说，我目标就是你，我想要超越你。你现在在 A 班，我肯定会上 A 班。我感受到了他很强大的信念感。然后，他第二句突然就萌到我，他说：“鱼哥，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到 A？” 我说：“除了努力，我不知道该给你什么词了。”然后他整个人从首秀开始到主题曲，他一直没有停过，因为他每天晚上，就当我可能四五点已经很晚了，我在刷牙、洗脸、洗澡的时候，你看到他满头大汗进厕所。说，哎，鱼哥，这个动作是不是这个角度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敢放句狠话，赖耀祥是我在创造营里面见过最拼的人。加油吧，尽量的往上冲一冲。好，把我们这群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好吧？努力，我努力。他好像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对，他跳的真的挺好的。耀祥，冲向属于你的 A 班。对，好棒！我感觉我的春天到了，果然呀，绿色，